啦啦啦啦啦，二胡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胡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胡嘟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传说老人的传说对决，我是拉尔夫啊。今天我们用了后起神斧哈，这是爱丽丝。爱丽丝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，每当爱丽丝在对面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有点担心啊。不过呢，其实这担心哦，有时候其实都不用太担心哦。原因呢是因为呢，很多人他们都不大会用爱丽丝啊，那他们只是觉得爱丽丝好玩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造成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选爱丽丝的时候，其实容易被队友给嫌弃哈。那甚至很多人啊，就直接觉得说这个爱丽丝根本就是个废角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了解他，你会知道他有多恐怖。好，那当然，拉尔夫在讲说他是后起神角，其实不是哦，他大概从四等开始，他就可以是一个强势的角色哦。那只是呢，他有他的缺点哦，那当然他也有他的优点。那再加上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法师哈多了一个那个极寒之护，好，它可以增加双防，好，那对爱丽丝来讲呢，好，又有更大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，就是说爱丽丝要怎么玩呢？爱丽丝的前期哦，它的两个技能哈，一技呢它是可以晕眩人家，可是一技哈有时候丢人丢不太准，而且它有一个缓冲时间哦，就是它丢下去之后可能大概一秒它才会掉下去。所以其实对于有位移技能的人来讲呢，他其实很容易躲开。那二技呢，主要就是给护盾以及加速。好，那我们常看到的状况就是说呢，一技有很多人他们在使用爱丽丝的时候，一技丢不准，好，一技丢不准。然后二技呢，常常用来加速哈，就是做位移使用，哦，以至于说呢，我们的队友哈，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，他都没有保牌啊，那又是个软辅哈。被打几下就死，那也消化不了对手哈一些多少的技能啊，所以呢，爱丽丝常常被嫌弃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是爱丽丝哦，常常玩的是一个女生，女生的可能对于这个游戏并不是常玩哦，并不是常玩啊。那这边哈，拉尔夫哈本来想要去救那个凡人，结果呢，没想到那个一技丢下去的时候呢，刚好对手的骇牙啊，那他就直接用个大招瞬移，没有控制到。结果两个一起送头了哈。那在装备成型之前呢，爱丽丝其实她的功能哈，毕竟是比较有限的，好，毕竟比较有限，她只剩下大招是一个最有用的，然后再者呢，就是说她的二技以及她一技哈，她的效果都不是那么的好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，大招要怎么丢，其实是一个爱丽丝哈一个重点。好，那以及呢一技的话呢，主要来讲是要做限制走位。好，以及不控制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这边呢，直接丢大招，丢在谁身上？哦，我不是丢在罗尔身上，我是直接丢在我们的打野啊那个罗斯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那边要打架哈，那所以呢，当对方跟他在打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他就会被沉默到。好，那这边拉夫觉得有点怪怪的哈，就是说对手的打野哈兰朵，感觉他好像知道我在里面。好，他好像知道我在里面，所以他就有点躲。那我想也许是他的一个地图观非常好，那也有注意到说我们可能躲在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下来来帮那个凡人的忙。好，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爱丽丝他的二技啊，最好是你有预判对方要攻击你的时候赶快使用。好，那他就可以呢有这个护盾能够挡掉一些伤害。好像对方要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伤害，所以你看，反正他可以比较晚死啊。不过因为一开始啊被控制住，所以他的效果也不太好。好，那他后来还是死掉，但是我们爱丽丝哈，他还是有活了下来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回补。很多人在使用是爱丽丝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可以的话就把二技给开出来，然后开始做加速。
那以至于在会战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这个护盾可以帮忙。我记得我在之前哈、哦、看阿亮的一个那个直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、哦、阿亮有讲到一句话，就说你可以想象吗？爱丽丝到后期的时候啊，哈、哦，他用一个二技，他就多了1000多的护盾，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再用一次。哦，这个二技有多大的帮助？你可以想象哈、哦，那个歌德哈、哦、发一个二技打过来，也不过大概这样子的伤害而已。所以如果你的二技能够巧妙的刚好用在呢对手在打我们的时候呢，啊、哦，帮我们的队友加护盾，啊、哦，那这个二技呢就是用的很好的，啊、哦，这个二技用的好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今天在刚好今天有在看那个佑哥哈、哦，他也刚好讲到说这个爱丽丝这个角色、啊，那我稍微看了一下他整个的内容哈、哦，稍微看了之后呢，就发现说他对于爱丽丝这个的理解哈、哦，他对他的大招都是想办法丢在那个敌人的身上哦，这当然是没有错的哈、哦。可是呢，你想办法丢在敌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你的大招哈、哦、是在攻击，而不是在保人。那我们在玩辅助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偶尔哈、哦，有时候需要那个保我们队友的时候，哦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大招啊，不应该哈、哦、每次都只是丢在那个对方的身上。那拉夫这个爱丽丝哈、哦，除了第一个宝石哈、哦、出清新之外呢，第二个我会出的就是冰跑。为什么用冰跑呢？因为爱丽丝她的控制哈、哦，我们都前面有讲到，就是她的一技控制不好控制到人。那一技不好控制到人，那二技呢只能加护盾，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呢，哈、哦，拉夫会选择是用冰跑来缓速。那冰跑缓速哦，当别人有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帮我们的队友加护盾之外，我们直接按一个普攻，可以帮别人缓，帮我们的队友哈、哦、缓别人的速。那这样呢，他就不容易跑掉。那后续呢，我们要丢大招，要丢一技，其实都很好用，都很好用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哈，我直接丢凡恩，好，并不是要丢歌德哦，我是丢凡恩。那当凡恩的附近呢有我们的大招丢下去之后呢，好，那歌德过去他会被沉默，沉默这个当下呢他就没办法使用技能。好，这一招我之前曾经有用过哈，就是在也是凡恩呐、啊、哈，然后刚好对手是纳克罗斯。那库罗斯他常常都会有一招，就是呢他冲进来之后呢直接使用大招，让你没办法把他的那个让你没有办法控制住他，好、哦、当然他可以顺利的打完大招之后再离开。可是呢当我们好、哦、提早先把我们的大招丢进去反正的身边的时候，那个罗斯一冲进去他就会被晕眩哦，更正，他就会被沉默。沉默的这个当下呢我们反而就会取得先手。那大家可以仔细看到，就是说我们的大招真的不能每次都是想要丢敌人，我们要预判。那这个预判最好的呢，也对我们的队友最有大的有最大帮助呢，就是直接丢在我们可能会被攻击的队友身上，或者是说呢我们队友要冲出去的这个过程，好，那我们直接丢在他身上，那这样队友呢就可以好好的好攻击启发其他人。好，那刚才好，我们虽然有取得很大的优势，那杀了很多人，可是呢，哦，我的状态不好，回补了，啊，可是没想到呢，我们的队友哈，剩下的三四个，在这边打都还是被人家解决掉了，好，那我们没关系哈，我们的状态都还不错，我们可以继续再回来。好，那再补充一下，就是这一场呢，我们的那个凯撒路是萨尼，凯撒路萨尼的话呢，其实，在佑哥的那个影片里面呢，他讲到说爱丽丝的时候呢，最好。哦，要有一个主坦来坦这个伤害。那可是，在拉夫的认知里面哈、哦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有坦克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把二技用好，好、哦，然后要把距离拉好，好、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太需要有坦克，不太需要坦克。我们只要呢，把这个大招好做两项工作啊。这边补充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我觉得歌德好像知道我的位置，可是呢，我。每次在往前后看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在这个前后我应该没有露头，好，不太可能被人家知道。但歌德好像明显知道我在里面，但我看了整场里面哈，我觉得其实歌德他应该可能没有开那个开图啦哈。那我们再回重点，一个就是保牌就丢我们的队友，那第二个呢就是做那个限制走位，限制走位呢就把隔开战场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有优势的时候，我们来追击对手。好、哦，当你大招丢得好，你的二技开得好的这个状态下呢，
爱丽丝就是神级的辅助，而且它不一定是后期，它是前期就可以是神级辅助。那最后谢谢大家来看 Love 的频道，拜拜。